今天我们的行程就是要去布鲁克林大桥，然后还有去看自由女神，然后我们会再去几个小区那边逛逛走走，这样比较轻松的行程。那我们晚上就要直接再回波士顿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出发吧 ，Go Go！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那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小意大利区，那它是小意大利区里面的披萨店，听说那家超级好吃。干杯！那个超级超级好。大份加披萨店嘞、欸，因为我觉得美国披萨其实我觉得都很难吃，然后我们点的是玛格丽特，哇！我第一次觉得美国披萨这么好吃哎、欸，超推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布鲁克林大桥。下午茶时间。Stranded right in between your words and distant drums. I'm losing just more than memories from your dark days. 我们现在在中央园。哎，哦，好臭。We were so young, young, young. 我们要来吃这一家餐车。这一家评价超级高，一万多个人评，然后4.4颗星，超级香的。哥哥吃的补一补。耶，好期待吃它哦！我现在要去看自由女神。Bad decisions got my feelings faded. 终于可以吃了！哇，我们是点的是 combo， 还有鸡肉跟牛肉，然后还有附两个酱，一个是这个白酱，然后一个是这个辣酱。我们现在要出发看自由女神，哇，超美的，嗨！自由女神超级美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回波士顿喽，这两天的纽约自由行就在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